Ladies and gentlemen, Mesdames, Mesdemoiselles, Messieurs, meine Damen und Herren,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领导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法国的朱利安，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孟广美。欢迎二位来到美丽的西安。那么我们俩也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各位的老朋友陕西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杰。大家好，我是西安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孙维。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段欢乐而又美好的时光。是的，那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担任本次国际刘小姐冠军总决赛颁奖晚会的司仪。这群人呢，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火眼金睛，用他们过人的智慧，还有他们犀利的眼光，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挑出来。到底，掌声欢迎！中国资深美学评论家、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卞向阳先生 ，Chinese Senior Aesthetic Critic and PhD Student Tutor of 东华 University， Mr. 卞向阳。2011。Welcome. 二号 Albania， 阿尔巴尼亚小姐。三号 America， 美国小姐。四号 Armenia， 亚美尼亚小姐。五号 Australia， 澳大利亚小姐。六号福岛，36号吉尼亚吉尼亚小姐，37号 Honduras 洪都拉斯小姐，乌克兰小姐，86号 Uruguay 乌拉圭小姐，87号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小姐，88号 Venezuela 委内瑞拉小姐。89号 Vietnam 越南小姐，90号 Zambia 赞比亚小姐，91号津巴布韦 Zimbabwe， 92号 China 中国小姐。
Congratulations again. 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现在获得单项奖的每一位佳丽。是的，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位佳丽呢，穿的这。Thank you. Thank you, girls. Congratulations. 谢谢。在爱情里的宝藏被我发现，你就是我寻找的真实宝贝。不断地在召唤我世界，连冰块遇见你都燃起火焰。就不断地在召唤我世界，连冰块遇见你。具有这中国古代特色，西安其实啊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十三朝古都啊，我们对它的历史非常向往，但是西安的这个美食啊那是非常多，尤其这个面食啊、羊肉啊等等，我一直很向往。我这次居然我在中国十一年，我第一次来西安，你们。
也好，但是我一定不帅。Internet Miss Popularity 2011国际刘小姐冠军总决赛网络最佳人气奖，有大家的参与。我的夏日的雨，希望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Number 9, Belarus, 白俄罗斯小姐9号。Number 11, 11号 Bolivia, 玻利维亚小姐。Number 14, 14号 Brazil, 巴西。Number 17, 17号 Canada, 加拿大。Number 22, 22号捷克。Number 88, Venezuela, 88号委内瑞拉。Number 89, Vietnam.Republic, 二十二号，捷克小姐。恭喜捷克小姐为大家请到的颁奖人是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先生。以及2008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亚军童鹤小姐。徐先生，掌声有请。And for the five of you, the five continents.我们英语的定义用中文呢未必那么好翻译。Would help make a world a peaceful world.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这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是的。大致意思呢，确实就是说，据他所知，我们这个赛事啊，是啊，在很多这种学，否则我不想再犯错误。一国际刘小姐冠军总决赛第四名是 Miss China 一号中国小姐，恭喜。你是谭尼亚女士 Council of Thai MC in China Miss Tania 陕西省旅Miss Tourism Queen International 2011 Winner 2001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冠军是 Miss Thailand请两位为本届国际旅游小姐冠军佩戴绶带并颁发证书。这三个皇冠闪烁着迷人的色彩，寄托着和平的国家，不断地促进相互的旅游和文化交往，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again. You're doing a great job, and as you said, differen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Angels are right within my
来自于他们家乡的祝愿与祝福，我们也希望他们带着美好的